把这个螺丝给松开，用扳手卡住这一边，然后再扭这一边。开之后，这里可以拔开，拔开就可以了。有需要的时候再装回去。可以，开始。接这里，不过这个管也是有大小的，有大小的话就是说，也可以买个转换插一节管，可以这样子接过来，然后就接过来，就可以了。